因為賣海味啦，比較純粹是要海味的相關知識。咁但係過大理呢一門生意啦，其實我哋除咗係有海味知識之外啦，我哋亦都要有埋係過大理嘅所有相關知識。呢、這個行業裏面啦，我哋其實最注重係有一樣嘢叫吉時啦。咁第二樣嘢其實係所有裏面嘅產品嘅質素嘅穩定，可能係海味質素啊、生果嘅質素啊，同埋椰子質素，亦都係啲新人要求得最高嘅。